第32题，陈上题，若将木块挂在弹簧椅上，请问弹簧椅的总长度为多少公分？在上题我们已经知道木块的重量是200克重，所以我们从图上看到200克重在弹簧椅要伸长是20公分，伸长量是20公分，但题目问我们的是总长度，我们椅弹簧的原来长度是100公分，现在伸长20公分，所以总长度会变成120公分。第32题问我们，请问弹簧椅的总长度为多少公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120公分。